嘅時候咧，亦都可以趁呢段時間講下今日嘅電影。今朝11點封品咁樣，4件、5件、6件，咁啊見到有辣有唔辣啦。咁啊，其實最旺嗰我叫兩件啦，一定係呢一個 Double Riser 同呢一個 Zero Run。咁啊，當然咁啊，如果大家好彩撳到嘅，咁啊恭喜大家先啦。咁啊撳唔到嘅，我相信坊間應該都會有。稍後的時間會推出相應的，即係佢哋必到的產品櫃幾嚿咁擺上嚟。客家學曬災喎，好嬲啊！唔想出聲啊！今日好嬲啊！我連做到啊，連夜晚嗰只 Win 都撳唔到啊！乜鬼都冇啊！完全啊！係一個係啦，好啊！你可以繼續講啊，其實啊，唔使講啊，好玫瑰 TV 第20季第5集咁啊，知道啱啱其實頭先講咗啲電競嘅項目啦。呢個就電競項目其中一樣產品，其中一樣得勝嘅東西。亦都我覺得係嗰六件入邊其中即係叫最 top 嗰兩件嘅一件嚟嘅。咁我哋今晚有幾件啊？4件。有一件是今天電競項目沒有的產品我都在手，因為那個是日限，想要都沒有，所以有一點老感，所以一陣再介紹。現在帶給大家的就是這個我自己來說非常喜歡的 Command Rider Zero One Hill Rising Hopper。 好，那究竟其實這件東西有什麼巴閉呢？個 hopper 靚啊，唉，佢今年個風套係即係幾靚，佢有少少幻彩味咯。上年嗰個係拉花，係冇錯，電子花。今年呢個就真真正正嘅封面啦。仲記得嗰陣時，你仲要寫著呢一個飛電喎 ，Hayden 一出個設定嗰陣時，我同事即刻買咗一隻 Metal Coaster 翻嚟，諗住自拍。哇勁！跟住可以啊，絕對都未完成已經出咗。其實佢應該係似呢一個 Metal Coaster 之前嗰個形態嘅。嗱，你死咁爛咁為乜咧？係咁多啦。好有型啊！係咁多啦，佢本身係 Shining Assault Hopper， 冇錯，用 Shining Assault Hopper 嚟改嘅。咁啊，但係佢真係改得好有味道，呢個事實嚟嘅。咁啊，本身其實造型手咧，只係有7隻喺曬度噶啦。有冇幫助啊？呢個係 fit 啊。咁啊，或者我咁樣擺喺度，其實啊，另外都真係要多謝阿 Ricky 今日呢一個。裝備咧係真係接近全手動嘅，咁所以而家 Ricky 吊緊隻手去望住個 mon 又係有啲難度噶啦。咁啊轉一圈俾大家睇啦，同樣地，咁主色都係用咗金屬紅同埋黑，完全冇特別其他噶啦，除咗呢一個腰帶之外，咁但係即係用咗白色嘅邊喺翻呢一個心口嗰度做呢一個點綴同埋增加個情報量咧，你老味呢招真係絕到撲街！是靚的，堅靚的呢個 design。所以其實如果大家有追開，即係之前阿伊藤伊藤英明係啦，嗰套劇場版咧，佢雖然本身大家都知道飛電畫人呢一個變身其實都我諗有冇4分鐘啊？可能好問喎，我覺得應該4分鐘左右啦。咁但係就非常之搶戲嘅。好咁啊，都真係可以。我自己手動褪前就 OK 嘅。手動褪前啦，係啦，咁好啲。佢有少白眼人縮嘅感覺啊！呢個啊，你呢個形容真係好。係啊，藥膜咁睇就有啲白眼人縮，同埋其實佢有樣嘢幾好就係佢本身咧 ，Shining Assault Hopper 好多顏色咧都係啤色嚟嘅。嗯。咁而呢個版本咧，基本上除咗黑色之外咧，全部都係，或者係佢金屬色啦，咁或者係一啲比較 sharp 嘅顏色就好難做啤色嘅。咁所以佢大部分都係噴色。咁如果膊頭咧，你以為佢黑色咧？但其實它是一個灰色的噴色來的，是的，所以表現其實那個顏色的分野是挺獨特的，還有我反而最喜歡就是它的白色的眼睛有一個紅色的血痕在那裡，人縮啊，哇，你說真的不人縮，真的人縮啊，後一點太近了，近一點，近一點，focus，這個極限了，極限了，極限了，但其實我經常想它心口的 logo 是什麼來的，它只是一個破滅的
嘅印象，而係我又冇好特別去深究嘅。有啲似好多年前有套卡通片，有個地球。係啊，好似係地球嚟。係啊，係啊，係啊，係好似呢樣嘢嘅。好，咁啊，真係玩下啦。咁啊，大家so far都其實好坦白講，因為佢本身大家都留意翻咧，佢嘅尖位係比較多嘅。嗯。你真係唔好跌，一劈拍咧，你九成都 high。咁啊，可動性其實一般嘅啫。咁啊，保。佢其實因為本身佢個角位比較多咧，向後咬嘅位置唔多，但係向前就做個動作都 OK 嘅。手同樣地係可以拉翻出少少去，令佢有多啲咁嘅可動性啦。肩胛只可以向上嘅啫，向下就喺呢一個位就自然頂住噶啦。正常嘅平轉。聲音重疊咗，我都係搞掂咗。冇啦，搞掂咗。頭先就開多咗。二重關節令到佢嘅對接度係最多係咁多 ，OK 嘅。手佢嗰個著色都唔錯嘅，佢見啲手指夾位咧個塗裝都 OK 嘅。入魔必須要有手指係係尖嘅，有顏色嘅。係啦，入魔就係咁啦，浪花入魔啊咩都好。咁啊，心口同樣地都係兩節啦，黐住心口一個，喺hip位嗰度一個，咁啊可以做到有限度嘅圓形嘅幅度嘅扭動。多謝金主，多謝。哇！多謝。上星期我哋係咁啱幾個主持都唔得閒。係啊。咁啱。咁向後咬反而係 OK 嘅，向前就因為本身都唔差。當然未去到可以黐到這個 driver 的位置。好了，到腳同樣地，如果想去動得多一點的，拉回低一點之後才踢腳，這樣就可以 over 到90度的。大家耳熟能詳，其實 Zero-1 的可動性雖極都有個譜的，看到本身的膝關節都漂亮，也可以有一個接近對接的位置。咁要出拉打 kick 咧，亦都會出得幾華麗嘅。同樣地，又係過少少，過啲啲，因為我喺側跟嗰度可能， okay. 好啦，見到個喐嗰個幅度都幾大嘅。咁啊，因為本身佢嗰個腳腕嗰個杯係多，即係同呢一個小腿位係可以包到，所以變咗就喺喐嗰陣時係可以做到相對大嘅可動性。嗯，鞋頭啦。仲 set， 點解仲 set 啊？冚家祥啊，想我平房啫。你話佢 QC 係咪好好咧？其實坦白講，唔係嘅。係，我真係見到有 set 啊。係。係。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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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no！ 所以我咪訂一隻咯。Oh no！ 好咁啊，可動性其實就係咁上下啦。不過反而我想花多少少時間，大家望一望翻 pose， 佢個 pose 點讀我唔知個。Polaris key。極限，因為再褪前可能都係會冇。咦？佢同上次嗰把係咪一樣啊？唔同。誒，佢係喺後邊加咗件嘢嘅。哦。因為上次阿姨邊都有呢一個嘢嘅，好似。後邊都咁上下啦，但係佢插得幾實嘅，這個所以就變咗大家玩嗰陣時就其實插實咗咧，就唔需要太擔心嘅。咁啊，係咁咦？睇下可以擺啲咩姿勢。咁今日講埋呢只係幾多錢？460蚊，係啦，連運費5嚿，其實係平嘅，460係平嘅。因為佢咁樣上色法，佢本身都唔多配件啊，所以其實某程度上佢都唔會話特別應該係點樣貴。其實佢價差都冇吧，我成日都覺得咧 ，SHF 咧出拉打有個問題就係佢冇乜互動性嘅，即係佢唔會有啲配件係我同人哋一齊玩嘅咁樣樣係冇。係，佢反而鹹蛋超人嗰度咧就玩到出神入化。但係嗰個真係正喎，你會真係想買齊佢咯。但係呢度就好似成日都覺得佢哋啲 marketing 就欠缺咗啲心機喺度做呢啲咁。係。但係冇辦法，拉打本身個設定實在係太靚啦，所以佢就算點玩都好，你都係要買佢。基本上都唔會點樣擺啲正常嘅姿勢，即係大家睇翻套嘢咧。飛電畫人變完身之後，其實都冇乜邊幾個 pose 係正正經經去打啊，咩迎戰格鬥姿勢啊，等等等等等。咁但係多一句啦，
一啲擁有即係帶角魅力嘅主角咧，我自己嚟講就真係好中意嘅。咁純粹就住個戰鬥力嚟講咧，咁我相信佢絕對都唔會係喺呢一個 Zero Two 之下，更有甚者可能佢嘅能力值係比 Zero Two 更加強。咁啊，因為佢都真係可以完全壓制住伊甸，而伊甸係可以打敗 Zero Two。當然呢啲嘢佢中意點吹就點吹啦。真冇錯，最緊要就係覺得呢個 design 靚，中意就入手啦。係。咁啊。麻煩啦 ，Vicky 攞定下一盒。好啊，你想轉啊？唔係得，好繼續，你繼續講啦。好，咁啊，呢一繼續拉打。好。好，咁啊，呢一 part 就暫時到呢度先，轉頭見。轉頭係邊只啊？呢只。係啊。哇！你真係犀利喎，大佬。轉頭見。你見嗰個 set 喺邊度？崩曬！哦，崩曬！